大家吉祥，在道场里面来行走之际呢，一定会看到一个最多的牌匾，上面写四个字叫回头是岸。这四个字呢有非常深和广的意蕴在里面啊。那从我们一般人的认知上而言嘛，就是说前面苦海无边啊，后面的海一浪又一浪的，苦海无边就是你在这个里面翻腾啊，在这里面造作，包括佛教里面讲到的轮回受苦受难无休无止啊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行为，我们每天的心向外贪婪，那一定会有所行动。在追求的过程中，那这个贪欲膨胀，做出一些不如法的事情行为，那么起心动念中呢，都是长养这个恶性的贪欲心，这就叫苦海无边，在里面受这个煎熬。什么是回头是岸呢？佛教里面讲到的就是惭愧和忏悔之心啊，有敬畏，常要有一种感觉啊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俗话是这么说的，实际上呢就是所有的这些诸佛菩萨圣者们呀，他是辨知的啊，不仅仅我们所有的这个行为，包括我们的心念，它都是辨知的啊。既然如此呢，我们的心意之中有这样不善的瑕疵，那么在这个信仰里面呢，就要把它给去除掉啊。那前提是什么呢？你的心里有惭愧心啊，进行这个忏悔，这就叫回头是岸啊。忏悔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我向诸佛菩萨道德完美的圣者呢倾诉啊。你看我们到庙里边拜在菩萨座下呢，都是口里念念有词，除了忏悔就是发愿，这叫忏。最重要的是要悔啊，又是这个行为，如果我有过失了，那今天在菩萨这里发一个愿，从此以后绝不再干，这叫悔啊。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到菩萨的座下呢，还是只忏不悔，犯了再忏，忏了再犯啊。所以这个虽然有苦海的概念，但是呢还是依然无边，因为你不回头嘛啊。这个浅层次的回头是岸，再深层次的说的话，什么叫做回头是岸？我们有时候讲到同生彼岸，同生彼岸这个彼岸有多远呢？就在脚下啊。就像佛教里面讲到的，每个人都有佛性，你借着佛法的修行方法让自己的佛性显出来，那么自己就是佛啊。所谓的人人有座灵山堂了，好像灵山脚下修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打个比方吧，
就像我们现在入了苦海呢，就入到这个梦里边。那么入到这个梦里边以后，在梦里边我们讲醒过来，就是醒悟嘛。这个醒呢，不是离开梦境的当下跑到处去找一个醒的方法或者醒的地方啊，不是离开做梦的这个人，然后另外找一个醒后的啊重新出现的一个这么一个另外的一个人。这真正的回头是岸是什么意思呢？在这个苦海的一梦中呢，我们赶快觉悟，要觉醒。当醒过来以后，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做梦的人就是醒来的人，醒来的人就是曾经做梦的人，是一个人。啊，原来我们在这个苦海里边去喷火，一回头的时候站在岸上，还是受苦的那个人，现在脱离了苦海了，就在岸上。啊，这就叫回头是岸。在佛教里面讲到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阿弥陀佛。